馆的门面啊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前面我们有很多这个凹造型用的我们的小道具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有请我们小丁自由的来选择道具，进行一个三连拍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小丁要选择、啊、我好选这个，但是既然是胡子的话，就应该配上我们的小白，小锤子剃须刀，好吗？是看哪边？看中间的镜头。中间这边 ，OK。对，好，来，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三连拍，计时三。二一，小丁可以多摆几个造型。当然，但我第二个是换我们的我们的电动牙刷。对。OK， 然后第三个当然是我们的小白塔，刚刚有抽过。小白塔我就不拿道具了吧，我直接拿这个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的海棠们呢也可以疯狂的截屏哦，今天也有收获到星图。抓拍吧！哇哦，小丁太帅了！谢谢谢谢。那么最后呢，小丁，我们要不要在这个帅气有型的人形立牌上签下您的大名？好呀。好，我们。哎，真跟我人一样高哎。对，一样高一样帅。我们有请 Panasonic Beauty 活力大使丁雨昕，在我们元气满满的人形立牌上签下他的大名。我现在小锤子旁边吧，这边好不好？是有墨的。See here， 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谢谢小丁，小丁这一次和我们观看直播的朋友比个心好不好？一个心。好。是的，是的，小丁爱我们的海棠们。好的，其实我应该比他高一点点啊，大家就是高那么一点点，比他更帅一点点。好的，那么非常感谢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小伙伴们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直播。那么提示大家哈，我们待会儿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快闪电的一个直播。是。那么待会儿小丁会继续和大家共度时尚美好的时光，我们稍后不见不散。See you， 快闪电见啦。